如何做出不一样的衣服。影片开始前可以先订阅我。那教程开始咯。首先我们把坐垫拿出来，坐下去，点击猫替，再点击坐垫，把猫替取消，这样就比较容易看。滑到下面，点击 Normal，好像搞错了哈哈。点击 Chara Adapt 滑到下面，选择材质 Normal， 换回一样的衣服。到这里点击加件，直到自己想要的颜色为止。来到 Chara Adapt， 选要的衣服颜色。选白色，这样人物就比较白。之后戴上面罩挡住自己看不到的脸。重点是衣服不是脸。换回原来的发色。艾玛换不到。算了算了，重点是衣服。本期教程结束。喜欢记得订阅哦。拜拜。